全网都在吃荔枝，这个风我跟了。我们这边是15块钱一斤，你们那边是多少钱一斤？尝尝什么味儿啊？第一次吃，很甜，老铁，很甜，没有酸味儿，甜味儿，汁水也很多，嗯。不愧是贵呀，好吃啊，老铁，啊，榴莲的风就别跟了，因为我不爱吃榴莲，这个必须得跟一下。壶也是真大呀，有的甜，有的不甜。